没想见个，最近啊，的道亲师兄师姐，大家早安。赶赶赶，我舅母得个啉一个，啊，舅母个摕来煲，啊，摕来干，三片就好啊。干舅母有啥物好处？真正有好处，你着三片个干的就好，规身躯都烧烫烫啊，吼，还佫真好用啊，吼。舅母即马凊彩摕嘛有啦吼，没想到这呢吼，感觉讲这个寒天呢吼，即马开始呢吼，有这个寒流的过境，大家穿好少，看下食补药，三片吼，甲泡茶，你用几啊片迄种吼姜母啦吼，啊甲南甘杞啦，甲南红枣啦，南龙井干啦，啊落甲冲茶。啊，啉落腹肚底就烧倒起来啊！吼，哎呦，规身躯拢烧烫烫啊！吼，啊，这个就是很好用的啊，家常都可以用得到的，煮菜也用得到的东西。吼，啊，这就是要让咱平常时啊，顾一下目睭，顾一下气嘞！吼，那梅香甲咱讲，老人免惊寒，就是姜母甲切几块啊，红枣甲落落，啊，平常时吼，枸杞甲落一个，龙眼干。甲落一下，安尼啊，姜母甲用落，啊甲吸，甲烧滚水甲冲落，啊甲吸咧，互伊出味啊了后，再一嘴啊一嘴豆豆啊啉，吼，敢若好呢啊！教恁济吼，开少钱吼，啊个对安尼对身体温暖，胃卡底啊底烧起来甲顶管，真的很好用，很管用啊吼！来听一段啊。我们的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再过来开讲人生，然后
追溯普陀观世音呢，吼，有师姐啊讲吼，要录音啦，要头录甲尾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听全部啦，吼，讲好听就是，哦，要平常时啊，嘛会当放来听啦，吼。咱讲吼，满满的祝福啦，吼，咱祝福着咱所有的孙仔师姐，逐工拢天天开心啦，吼。哎，梅香呢，有千千万万的感谢与感动，然后因为有你们真好，所以愿生命中的一切美好都以我们的同道徒弟所有的共修弟子，还有爱慈天必生功护持慈天必生功的啊，做些呢吼啊，道亲然后啊，加咱的啊共同道。梅香呢都希望母娘与你同在，哦，都与你们同在，然后愿生命中的一切美好，哦，所有一切的幸福，我们都把它分享给我们的师兄师姐，然后，哎，每一年重复，哦，重复的是讲，哦，啊，咱过年你要搞，哦，你要搞猪粿啊，搞粿就是开始。吃鱼啊，吼，哦，过来就吃青豚啊，24粿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准备要创啥，准备要来过年呀，吼，哦。所以慈天必生公也是非常感恩呐，吼，哦，安静的感谢哈，哦，云林爱无爱幸福原地哈，不老无爱永创奇迹呀，吼，哦，去台湾专线哈，哦，有车呢，吼，哦，咱这所有的哈。哦不方便的孙兄，这伊是坐残障的迄种用手摇的迄种车，摇转线呢，摇转线，哇，真的，真正吼，他们的精神是，哎，是哇，赞叹，赞叹，赞叹，他们把慈天必生宫里面捐出来的，吼，哦，那遐破品，吼，哦，去分享咱的残光育幼院物资分享。好，云林爱无爱台湾环岛妈祖文化之旅，哇，大家个个都很平安。好，哦，啊，将咱慈天必生宫捐出去的物资，全省给你发透透。哎呦，让我好感动啊！我们的理事长、会长，然后还有所有的一切同道，除了你们用心努力，然后让慈天必生宫呢，也有参与做好事的，哦，那一种。那一种愿力啦，啊，非常感恩我们咱台铁吼，黄罗新啊，就是咱的共助啊，以及你们捐献的物资的这些啊，咱讲有参加秋季无提灯的铺品，咱用这个铺品哦，爱无爱吼，哦，咱的理事长还是咱的会长，给你发专线的呢，哦，咱慈天必生宫的爱心走遍台湾全省。啊，因用这个物资呢，用一台车载的哦，育幼院行到对，发到对，行到对，发到对。那你们的爱心，大家都有分享到啊。所以，我们2022云林爱无爱天省环岛妈祖文化之旅，哇，这些勇士们，哦，坐在轮椅上，用摇的这样摇前省，真的赞叹赞叹，三界赞叹呐，吼。感恩感恩，非常感恩，啊，就是，哎，我真的，我受足侪人疼惜的吼，受着足侪孙兄这关爱，干那一个难熬吼，我桌顶摆十外项，熬中药啊，熬啉的，熬芦荟萃取的，还有他们用煮的，吼啊，这个对喉咙也很有用处的。我若要甲摕出来摆吼，吼摆几摆，吼啊有迄个吼油啊松，这个就是你们对梅香的爱护啦支持。那我那后那砍一个，干扫一个，啊那后无舒服一个，一下见电话足侪通诶。梅香师姐，你爱顾好呢，我就希望听你讲话。反正吼，今日心情若无好诶时阵，我拢感觉你讲拢是咧讲我。我说你是对号入座，不是哦。我每一次哦，好像是母娘有感应。我哪里讲哦，我对答，我感觉我今日去安怎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啊，你唔免外久，你就会讲，你就去甲恁解开遐吼
解开我心肝底所想的遐骨头。我讲我是无遐信啦吼，但是迄嘴背背吼，伊就是会讲啦。啊，我唔知讲的吼，是去对着你的心轴内底遐话啦吼。所以每项就尽量讲啦吼，尽量讲。那现在有马来西亚的通道，还有新加坡的通道吼，啊，還有吼啊，印尼的通道。诶，伊讲叫我讲台语呢，伊讲你讲台语，阮电脑听有；你讲国语，阮电脑听无。而且我就头壳摇摇，到底我都未晓讲英语无，我就讲英语。伊讲无啦，唔免啦，你讲台语，阮听较有；讲国语，阮反倒倒来听无。啊，即要换中国大陆吼，即沿海地区遐冇人反应，尽量讲国语。国语讲标准一点，哇嘞！我都唔知影要讲多一出嘞吼，会比较较有法度，吼，互咱大家吼听较有。那我就国台语并用，国台语并用，吼。咱即马讲吼，咱即马是有咧面对修道的考验无？有，天道有没有在考验众生？有，这个世界现在有什么样的考验？通膨以后，哈、哦，圣婴，哈、哦，反圣婴，这些拢总是考验，这拢是咧考验咱人类的耐性跟韧性。什么叫做韧性？就是爱讲哈，你甲看海树啊，哈，有足耐度的哈，不管你外寒哈，啊，都拢叶树啊，拢叶啊，拢老了了，你甲看，都敢那袂输死啊，人伊在冬眠呐。人伊冬眠了后吼，每年出春的时阵吼，哇，伊就阁规丛安尼，足水的。咱人嘛爱有种耐度呢，吼。你若拄到困扰的时阵，拄到困难的时阵，你有那个冬眠者嘞？什么事把它放松了？然后呢，吼，把心里面清理干净，我那个小瓜冬眠者嘞，唔是叫你早去困啦，叫你讲吼，凡事看开啦，就敢那一张纸我在冬眠同款。面对修道的考验，面对修道的考验，现在是天顶地乳的时候，哦，考官一张一张一张都丢下来，好、哦。所以诸佛菩萨就这样讲，勉励我们要坚强，好好的去写我们人生的考单。考看会入格无？考会入格，南天门才会当入去啊。考未入格，要去补修处补修。啊，若有机会好去补修处补修，嘛算足幸福的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讲，不管是家庭考啦、病考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内考啦，啊是灾考啦。还是宋氏语录的机课啦，吼、哦，再怎么样的考都不能毁道，丧失什么？吼、哦，不管灾吼、哦，有损失，起码叫做灾课，吼、哦，有损课嘛有逆课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种是考验，但是绝对袂使心肝底这个道理袂使给毁掉去，再怎么样的考都不能有退道心，我安怎给你考？退道的心，你就绝对袂使退道啦。毕竟考不动我们的心，就不会叫考卷；不令我们身心受煎熬的，就不叫锻炼。那会甲咱骗，让咱身心锻炼，受到煎熬的，这种考试锻炼也考会过，连讲你就哪一尾话了？要知过得了关呐，吼！要知才能过得了关，什么代志拢爱贴。爱了解，你才有得过关。这回到生命的源头，过不了关，你就走到人生的尽头。咱即马咧讲吼，什么叫做天为顶，地为路？好，人伫其中咧修炼啦，天就敢那顶啦，好，地就敢那路。所以咱若打土脚，拄啊日头足猛的时阵吼，哦，你就讲哦，路敢那火路咧。所以讲吼，天为顶，地为炉，人在其中修炼，咱就伫咧炉内底咧修炼啦吼。看啥物人金刚修较好啦吼，对啥物人德行修较好，好上天什么时候考过我们，什么时候练过我们，这当中都是在增加我们的火啦吼，拢伫增加咱的火候。增加咱的火候，就是要创啥？像老母娘讲，开发咱的智慧，让咱在修
修班的当中，旅游的当中，将根基给扎得更稳，将来才能成为哈、哦、被接引的稻梁。比接引的哦，这所谓辅助连路，你有够这个条件，自然啊，好、哦、金童玉女就来接引啦。所以讲古早就安尼讲，讲真多真苦，固难移啦。有情无情，赐根基。金玉金质，吼、哦，就是咧讲，所碎的玉啊啦，拢爱经过雕琢，吼、哦，所以讲有情无情，拢爱甲试这个金玉甲试看卖，这玉啊搁较碎，你嘛爱经过磨，吼、哦，伊才会成为迄个玉器，吼、哦，金子才会当补分推，吼、哦，这个母娘常讲，金子才能补银推嘛，吼、哦，三期末后，三期末后。宰客为重，刀工火腿，食客为轻。就即马就开始咧解客啊，吼，客即个吼，客即个啊，经济啦、来源啦，有诶无？因为好个布诶布上天，即马布到尾就变强诶强寸体。好个是安怎？一直咧好个增加钱嘛。吼，啊，咱人呢吼，那无在调，永远拢无在调啦。所以咱有分吼，啊，恁讲中等的家庭是温饱还有啦，吼，但是上等的吼，咱讲财务真好，因厝真好个的人，好个家钱，真家钱的愈好个。善善哦，到尾啊，咱的囡仔愈无人才，咱的囡仔呢吼，愈无出头，善的才愈善的会使愈会使愈善，是安怎？人呐、啊，累世来的有够。的确很难清洗呀、啊，像咱讲吼，卡垃圾啦，你都要用迄个啥洗碗精，洗碗精佫袂开，你都要佫用厝的厝迄种啊，会加加的落的迄种啊，叫做污垢。污垢太沉了，沉太多了。污垢我们把它当作是污垢吗？不是，我们污垢要把它翻成叫做业力，因为累世的业力杀生太重，你做的。好、哦，杀强掳掠的事，还是贪人家的钱，哈、哦，去欺负人家的儿女，还是去霸占别人的妻女，这个都是重罪。哦、人类来到世间，为什么有这一层这么深的污垢？就是因果业力。好、哦，没有一点腐蚀性的，好、哦，你就没办法把它擦干净。那腐蚀性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受了伤，我们的心会受了伤，好、哦，能靠自己去疗愈吗？好、哦，所以如果没办法靠自己去疗愈，你就是在从道中去听，好、哦，去听经的道理，去听做人的道理，那你就有法度吼、哦、免掉吼、哦、种种挫折困难，有一挂钉钉塔塔的困难，拢是心呐、啊。哦，咱难免拢会怀疑啦，难免拢会埋怨。谁啊？咱的命会使改变呐、啊？运会使改变无？会，为你的心会当改变，为你的行为会当改变，为你的看法会当改变，为你的想法会当改变。其实啊，吼，咱要面对的种种困难甲考验，并非不是上天无慈悲啦，吼。所谓的考单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业力感召而已啦，上天不过是在当中做借人借事给我们打分数而已啦，救人救事给我们打分数，所以就第二公责嘛，职务公曹，像我们在办事情的时候，你在卡勤的时候，职务公曹就在那边了，你今天办了什么事、哦、办对了还是办不对了，好、哦，这第一工作，大刚都给你记啊。好、哦，因为你开科的二四六日开科，就是一定要共经嘛。共经开始的标示，好、哦，我们现在就要办公室了。好、哦，办公室，好、哦，前一干顺龙的将军、罗青的将军，他们一定会在旁边。好、哦，该安怎查，该安怎处理的，那帮嘛会去指挥嘛，哈、哦、啊，这所有的新家拢会去指挥，好、哦。啊、这就是在讲，我们要完成一件事，你对众生有利益。好、哦，咱像在讲到挫折困难，好、哦，咱这世人为什么？好、哦，咱会排这么多因果业力，今仔日咱家己的考试单，咱家己阁无法度承受。
所谓的考单不过是我们的业力感召，我讲一次，上天不过是在当中借人救人救书，给我们拍一下分数，分数如果拍有立家，我们要入南天门，去补修厝，补补的，功课补有够啊，你就金童玉女就给你赢的，看你是为哪一天下来，他就给你带倒回你的本位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人，梅香讲了一句话，好好的听。我们不管是来到慈天必胜宫共修也好，还是大家在一起，我们都是来学习、来学修的人。受不了气就成不了气。为什么？咱有什么代志？咱拢感觉咱足委屈。为什么人甲咱骂？为什么人甲咱讲话，互咱听了家己袂舒服？这嘛是一种磨练咯，得甲你磨性。你受不了这个气，你就成不了那个气。迄、那个气是喘气的气，成气就是气的气。你会生气也袂生气，受不了气就成不了气。忍不了了就化不了，忍不了气就化不了小人。你要酸心，还是要为心所酸？要义务不要为物所役。就是说不要把东西拿来做假的啦，要转正而不要为正转，要转正不要为正转，这句话你不要说，我 当时去听到什么人跟我说什么，我很刺激的，后来我不爱修，不爱修是你的生死啦，不爱修是你的生死，这条路不爱走嘛，你的生死绝对没有人为你吃亏啦，只有你自己吃亏。所以受不了别人的气，你也成不了大气，那就是忍心嘛。哦、所以母牛定来讲啊，你有法度好忍，忍宽和坚忍，四字拢该写伫遐。北长爱阔，人爱和气，宽和爱坚定你的意志，爱个我做忍让，忍让，佛制菩提蜜，忍辱般若，佛制菩提蜜。平时你唔读圣贤书，内底面的书分拢该写便便，就不能体会圣贤人的心。一有围困的时候，要如何坦然去面对生死与升降的选择呢？咱人要来选择生，选择降。拄到危机的时阵，就讲哦，我足好运呢。我敢那有神在甲我保庇。无即个应该我的代志会足大，足大条的。啊，是安内大甲你化世，你当然有你的功德在，吼、哦，有你的分数，吼、哦，好去甲你动灾啦。有你的功德，你甲你动灾，吼、哦，甲你动灾，唔是咱好运，是你平常时啊有做累积起来遐资粮，叫做行功立德的资粮，会甲你动灾。大灾给你化小灾，大恶给你化小恶，好、哦，这就是修行真正，我袂给你骗，修行不会耽误人，只要你直直走，不要想太多。好、哦，咱即卖已经末后啊，哈，咱即卖已经是末后的修行呢，即卖已经行到末期的时阵啊，咱才来到蓬莱仙岛来出世，来到这个世间来出世，这是叫做末后的修行啊呢。人已经在几万年，地球在存在几万年，吼、哦，人会当成仙得道得果，即所有的身份，拢总几啊千年啊，包括咱的中大观世嘛，三千几年呢，比妈祖佛佫较早呢，吼、哦，咱的天上寺庙佮即嘛千几年，吼、哦，你佮想，咱是毋即嘛叫做末后的修行，啊，末后的修行，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，拢有足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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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道理啦。需要咱家己去体会，需要咱家己去察觉。所以话，吼、哦，咱南疆的师兄会问我讲：“梅上师姐，想到那会静坐，一直下雨，一直流目油，吼、哦，一直哭乌啊？为什么坐了就有反应，坐了就有反应？我们这条灵性在动了，它也要本来是隐藏啦，好、哦、隐藏，
咱若灵无开，就是一种隐藏。吼、哦，灵开啊，伊就是甲你合体啊。伊嘛有伊个表现，伊嘛有伊个想法，伊嘛有伊想要修的方向。灵嘛，伊有想要修的方向，他也有他要去认的。好、哦，他的先天，他在几千年，他跟随过哪一尊神佛修行？好、哦，哪一尊的神佛跟他最有气、最投气的，伊也去吹啊，伊也吹吧。啊，咱妈做千几年，咱千几年，咱也死几遍啊！你敢知？你甲讲一食一百回倒啊，上尾死十几遍啊！好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我们现在末后修，即马伫末后的修行，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，吼、哦，有太侪变化，吼、哦。但是咱要听的道理，实实在在，你爱去察觉，你无去察觉，这个道理你嘛听袂清，啊嘛听袂明啦。我们先听一听一段，好，梅香休息一下哈。喉咙休困一下哈。每生的每天呐、啊、吼，都希望在网络上还是 YouTube 吼、哦，听到洪正文师兄的转档，还是大宇师兄的转档，吼、哦，还是讲有日暮的郭国华师兄的转档，还是咱听了袂歹，你有亲戚朋友，你就甲转互因听一下，吼、哦，感觉讲这道理感觉袂歹，吼、哦，我们可以多分享啊，吼、哦，分享给啊咱。这所有吼啊，每一个孙兄，这大家都有善根呐、啊。善根是具足的，只是无人去给他开发，无人讲予你了解。每一个人都拢有善根呐、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人讲精神也都教会来啊。你狗啊，你甲叫伊就会来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甲饲个宠物，它为什么会黏在你身上，一直给你撒娇？他们也有情感呐、啊，他们只是没有觉灵。但是他们有灵魂跟生魂，伊会学啥？伊会学咱一般众生的动作无？会啊，狗啊，你若咧拜吼，伊嘛赶快跪咧拜。好，现在的动物灵性已经开启了，就像我们咱人类哪有可能讲灵性未开启？迄只啊，你都我都教伊唱歌，你都要硬教伊讲话，教伊念经。有一只吼，迄种家灵啊，伊我都念心经头念到尾咧。咱一般人哦，念也无到伊的标准，我来讲。他的主人每天都放心经给他听，伊透早白白嘛写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经，放国语的就学国语的，放台语的就学台语的。啊，有灵性嘛？有啊。那我们人类为什么教不会？人类有太多的贪嗔痴，所以讲吼，咱呢动物上单纯呐，哦，所以今卖人拢会讲啊，渡人渡未来啦，不如渡鬼啊。迄鬼话肉体下无了后，伊才会想要修啦。啊，过去行唔着路的，今卖做鬼艰难啦，伊才会知影讲要安怎修，要为迄个鬼道走起来个人道啦。吼、哦，啊！若做畜生呢？即马伊现在想要收，伊做畜生足好命，即马同得向做宠物。但是你有去看到迄个赶到要死的狗啊，无通我食的无？三比八，规身躯拢安尼吼，安尼生头发尾安尼。
啊，迄种狗叫歹命的狗，无人要甲掠来做宠物，迄叫流浪狗。啊，流浪狗跟在家里面，人家把它穿衣服，还要每个礼拜带它去洗澡，哦，还要去吼、哦、把它整理得很漂亮，迄叫做啥？迄叫做宠物狗。咱人都分阶级，狗嘛分阶级，猫嘛分阶级。猫迄、那个吼、哦，在外口咧放生的野猫，啊，猫迄个人听讲咧，摸咧暗时啊困着火的猫啊嘛有。现在什么款宠物都有人饲，为什么它的灵性特别好？它会学习人类，连狗都家己也去变所放尿啊，放屎家己都会样。因家饲狗，迄狗甲穿衫裤，真正会变人呢。你叫伊去提盘，伊就去甲伊提盘；你叫伊提物件，吼，你就去甲伊提物件。能，迄狗吼上活泼的泼狗，伊都我都甲教甲比人比较乖啊！你想，咱人佫教袂乖，迄袂用笑死人，对不？所以人类是因为你太忙了，在忙什么？忙要爱啥？像咱讲的吼，啊，你是不是有五项啊？吼、哦，有车有厝，吼、哦，有财产，有家啊，有某囝，叫五子登科啊！啊，你有五子登科，头拢在拼五子登科，太有时间都听道理，无时间都听道理啊！连都动物介单纯，因动物你爱甲饲啊，伊也免去讨食。宠物是你要养它，不是它要自己去讨吃，所以它就可以一直模仿人类。人类在做什么事，它一直看，一直模仿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吼，咱人吼，你唔去甲精神比哦，无你会去予精神多的哦。你会感觉讲，哦，我是做迄、那个吼长毛鸡，我较好，吼，逐工吼动物迄个主人甲你摸咧。吼、哦，安尼笑咪咪，要出门就甲你按咧，无得用灵宝车甲你塞。你唔好嫌神哦，嫌神到尾你这条灵会叫精神啊，甲你堕，你要走做精神界精神哦。好、哦，所以咱常咧讲，鬼道、畜生道、畜生道，他也想要跳到人道，他在学习人嘛，他想要跳到人道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们人呢，为什么要一直往下沉沦？哇，换咱走轨道来底，换咱走跳升道来底，过一轮一轮啊，了后你才会知影苦。你也想讲吼，安尼我们要较紧来学，较紧来个跳多等下人道。世间人是上歹教的，人是上歹修的啦，因为咱人的想法太济。为什么？千万不要生怨。怨恨、悔恨，啊，也不要在人生上彷徨，也不要彷徨失策。我们总是要想一想，要怎么跟命运搏斗，要怎么去突破。咱拢想要甲命运斗看卖，哦，咱要来去突破迄个歹的命运。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有无数的劫数、劫难，哦，都有。像我们现在在修道，修道伊嘛是有这个前世、往后世果啊。这因果你若无了缘就对啦。你的修行依然同款，修行再多的智慧都抵不过业力。所以讲，忍受你的周遭的考验，你才我都成全你家己。好，舍弃你最爱的享受，你才会当解脱烦恼。好，以解脱烦恼。淡薄你的执着甲成败，以达至坦荡荡的人生，端正你不平的思想，以提升你的心境，摆低你的计较心理啦，吼、哦，但化作无为。安尼你想，你敢会甲人计较？袂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我常咧讲吼，平常时啊吼，三姑六婆聚会啦吼。啊，讲啊，去喝这个下午茶，下午茶，哦，说是非聊是非，哦，但是也要聊得刚好就好，不要聊到人家的私事，也不要太过分的去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那叫长舌妇。迄个时阵吼，到尾也去用挂嘴子的吼。所以勉强要甲咱道歉啦吼，不管咱道歉是倒一站处的咧听咱的节目啦吼。讲人生在世嘛，难免会去拄着足济不如意啦吼，叫做挫折，不如意叫挫折。吼，咱爱以人事为最，不同生长环境，成就不同人性的性格，因此同聚一堂帮助，
吼、哦，所以咱人讲，一旦帮助人上好啊，吼、哦，一个人有关卡，一旦帮助伊过关，你就度伊一个人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唔是要叫你讲，一定爱去大慈悲啦，吼、哦，去大施舍，吼、哦，叫你去卖厝来舍，啊，就叫你去创啥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舍要看你的责任，吼、哦，担当啦，吼、哦，你担当得起，舍当然很好，但是有足济，吼、哦。唔通谈讲啊，唔通讲啊，我爱当来跋杯，我当来搞阮新妇跋杯，跋讲这下台都电台讲无，有足济惊哩事实吼，算讲伊是惊道啦吼，啊，咱讲一贯天道嘛吼，但是他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话要讲？为什么会有一些问题？吼、哦，啊来咧教我参来教我参课，啊嘛来教我咧讲，伊讲有听我的节目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买是拄好就好，吼、哦，唔通老哦子孙万分，嘛唔通老哦子孙万叹。为什么你做得太过的话，吼、哦，你拢想讲我吼、哦，我那天堂寄苦寄较济咧吼，啊吼、哦，我后摆吼对当去天堂享受。咱即卖囡仔唔是哦，咱即卖囡仔目睭金金是咧看讲，啊，咱老爸老母是安奈，即间厝卖掉，吼、哦，啊，走去越南去住三五年啊，佫转来，啥物拢无啊，啊，无留互因，无留互因啥物基础，诶，囡仔怨恨咯，囡仔有恨心哦，囡仔怨叹咯。万叹讲，咱信道信甲走火入魔，伊即马认为因老爸老母是走火入魔，伊无感觉因老爸老母是去修道哦。好、哦，这也是让孩子会有那一种，好、哦、怨在心里又不敢说啊，怨在心里又不敢说，你以后会离你的孩子越来越远。恁囝看到你，会看你离愈离愈远。好、哦，这嘛是咱家己爱小可衡量一下，好、哦、标准。衡量一下，布施不是不好，但是不要用这样的布施，也许会影响到你家庭的和乐哦。哎，今麦囡仔吼，伊咧想的想法，甲咱想的无同哦嘿，所以讲咱要排除计较啦，吼，甲比较，甲无平等心。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即句话没想伫功课的时阵，我定讲。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但是你要排除计较啦、比较啦、不平等心啦，就可以安然自在。所以要能顺境不忘形，逆境不灰心，哦、万难不变心，对道能始终如一，坚心定志不退转。我伫感觉讲吼，心是茶雕的啦。哦，你啊，甲起家拢安金的啦吼，甲起家呢真大洞啦吼，同款是茶雕的、壶啊雕的、铜雕的，伊无要求你啊甲起啊好，伊无要求你啊开起几啊亿的好大。神嘛，他会常住在那里吗？不会啊。人因安尼一个献化了后，人随等伊个33天起你顶悬啊，人哪有可能讲你甲起几啊亿、几啊百亿吼？哦甲采迄几尊啊神倒遐，吼，啊，迄拢铜雕的、灰啊雕的、茶雕的，伊也倒遐济哦，就不头甲讲着讲，天顶你阁安怎甲起啦？你阁世间安怎甲起？开阁安怎济钱啦？伊都咱都无伊天顶的逍遥啦，伊哪有可能互你绑在遐？那只是让你知道，哦，迄就是阿弥陀佛，哦，即尊就是啥，哦，即尊也做啥。人间，我若起一栋亿外，互你住，但是我若甲你用一个桌仔顶，爱叫你坐喺遐，爱看你安怎。你嘛讲我唔咯，我选啊咯，我要来对，我咧用眼看风景啊，吼、哦，我哪有可能互你白个食？心是一个啥？心是互你看到，但是伊有灵气伫遐无有？伊是咧教化众生，讲恁若要学，就爱学像我安尼，互众生来供养。吼、哦，啊，起几啊亿个厝，互我，互这神大，就表示你的神格有到遐嘛，人才愿意开这侪钱嘛。吼、哦，啊，咱人呢，咱人若要大，就爱来拼死，啊，就爱来买嘛。吼、哦，啊，就爱来立。吼、哦，神唔免了，神钱大概甲关关咧，看你要起几亿个、200几亿个嘛，有人起啊。但是嘛是财爷神啊，嘛是财爷福啊。吼、哦，
但是佛，伊叫你临终一念尔呢，伊叫你阿弥陀佛念无够，临终啊一念安尼尔，啊佛祖敢拢坐伫遐，无坐伫遐啦。吼、哦，所以我们要临终一念，吼、哦，佛说无量寿经来这里讲诶，吼、哦，孟参老和尚这样讲了，特别要注意啦，吼、哦，咱临命终的时阵，啥物时阵上重要？哦，什么时阵上重要？要倒吞开迄个，你袂记你佛啊，袂记你母娘，这上重要。那个时候呢，吼、哦，你的心还有母娘，还有你所信仰的，吼、哦，你的神，你所信仰的主，你没有忘记了，那你这一条灵就跟着走了。好、哦，那叫做关头，好、哦。迄叫做关头，啊！但是有个人唔是咧，有个人若破病化疗落呢，就规个拢戆去啊！吼，啊是讲脑退化、脑筋退化，啊，就规个拢戆去啊！见讲讲过去，啊，所有的拢袂记哩啊！啊，这个上可怜的就这啦，肉体要下播，完全拢无，拢总无记啊！吼，全部都忘光光了，安尼你这条灵性要安怎？这灵性，我常在讲灵修有什么好处？灵修的灵性，它会跟着你到生到老到死，它都不会离开你身上。这一条灵是要带着你回家的。你讲唔会灵开来跟你合体哦，迄就叫做啥？它甲讲到啊。你莫看讲即卖佛教，即卖佛教嘛是同款的跳舞了，伊嘛是起灵呢，只是因为较控制小块。哈利路亚，伊嘛起灵呢。哦，伊买起灵呢？你去到外国国家嘛是同款，他们也会跟我们一样灵开了。灵是在帮助人，好、哦、离开，好、哦、这一条灵性绝对是有帮助的。好、哦，你唔好讲甲肉体要开始咧艰苦病痛的时阵，我你灵拢碰见你啊！你的灵你也无完全无你个记啊！好、哦。啊！你的修修到多一个阶段了，你就变成一个凡夫，就敢那破病、食药啊、等死安尼尔。安尼你安怎修嘛？未出团。命叫做关头，我们一生总结的时候要算账的嘛，对不对？在算账的时候，越多了账到了你的身体了，账到了你的后面的一些，好、哦，有人看到了哦。出家人会生病吗？会。会得癌症吗？会。为什么会？嘴吃细柱啊，蛮但是嘛是太上紧给人堵呢。我拢袂使讲我出家人，你也去大间餐厅看，出家人足济啊，食足好个，我袂解骗。我们不是在诽谤，我们是在讲，吼、哦，咱嘴吃细柱上紧给人堵。搁一样对啥？咱若入空门，吼、哦，也要让众生看得下去啊，吼、哦。要那无嘛看袂落呀！啊，你有看到广清老和尚一穿的迄领衲衣吼破的了，吼、哦、鞋啊嘛是旧的了，伊偌珍惜的了。好、哦，我去过广清老和尚，我在他面前给他顶三个礼，那时候还很年轻，他的衣服都好老旧，非常旧。他为什么说？他说出家人嘛，吃得饱，穿得暖就好了啊。他也不随便接受供养，你要供养他，他不接受啊。净空老和尚他也不接受，他不接受众生供养。为什么？他感觉说吃人一嘴啦，爱行人一道啦，他绝对不要做这种事。同样的意思，所以你若说、哦、你提东西来说、啊、美香师姐姐给你吃，抱歉我不给你吃。我说你若没上道顶拜拜的东西，我都不给你拿来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先敬神，你就随提来讲啊，每张纸者我这吼、個、要给你，这個、我绝对袂该接受。我何德何能去接受你的东西？我何德何能能够受到你的供养？我绝对不会收。啊，这就是我嘛是安尼恶嘛，吼、哦，舍生命没舍生命吗？吼、哦，下咱的性命。无下生命进前，你哪来的时候，神通都是现不起来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所生，你把你的命全部都交给神佛菩萨，你已经知道了人在什么样的环境来的，临终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你要放下到什么程度，那就是在看你的道业跟你的志业，你怎么看临终的时候
哦、你有去受到完全这组的迫害无？你有去受到高薄的折磨无？哦，神佛不能帮助你消灭罪业，而是宿业，你拢无都消除的时阵，这一回你得到往生了，你还必须来人间，还要你爱过来行果，你爱过来行业，我会惊就惊这個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一生能生到极乐世界，那是很好的福报，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那种力量。跳到极乐世界，也是东方仙风的太救苦天尊的所在的境界、哦、就是我们那凡事那犯错，那凡事那犯错，啊你的啊，那开工我常讲积财上多，有时阵呢吼，你的那凡啊，你那累积你的业力，安尼到尾啊，你的肉体要下堕进境，哦，回光返照回来的不是七道豪光呢、啊。而是冤亲债主啊，所以哈、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啦，也犯戒啦，但是你要在三宝面前，就是我们道经书三宝面前，你要时时去检讨你自己，今天做对了吗？好，业都是我们自己口造的，好，我们要怎么去能消业？好，要怎麼去修业？为着临终一念啦，相念，好。你自己本身的你才知道你检验你自己的功夫才对啦，你到了危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的肉体会被折磨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错在哪里、哦、如果医生都跟你宣布了、哦、你得的是什么病，你听到了你要拼命修了、哦、就是你最好的机会，不是说人跟你说你对待艰苦破病你就不修了，就把它放掉，那才是要认真修啦，好、哦，所以咱讲吼，最后的关头，就是咱要离开啊！吼，咱爱清清净净来离开啦。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，吼，你还搁咧抱怨讲我吼菜食偌久啊，吼啊行我修偌久啊，吼啊我嘛做真济好代志，是安那我还搁有带着这个病，搁医生无多加治疗的，你会越想越糟糕啦。你越想越糟糕，为什么？你拢感觉你做的拢对吗？我唔敢讲我做的拢对，我嘛唔敢讲我讲的拢对。人生是苦还是乐，都有嘛、哦，但是苦的多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？为什么有不断的考验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？哦、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其实我们都是在造就自己。你们没有了解到，一个修道就是一个机会。如果不给你自己考验，你不给你自己机会，你哪来的机会去突破？无嘛，迄、那个机会是你予伊个呀。当咱今日有拄到一挂问题的时阵呢，你应该用你上清净的迄点去降服伊。你去问问你自己，哦、你锁住了哪一点？人为什么在六道轮回，哦、会轮回不息？是不是我想？还是说三行人相，三行种种的架构，由这一点开始去，你去想看看，说不忘人恩，不记人过，心宽一分，云消雾散，让人一步晴空万里，放过别人，便是放过自己，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所以我常吼会甲咱的道亲讲吼，你若赶过节来要拜神仙吼，拜护菩萨哦，你都爱安尼甲讲。你讲水果甜甜，母娘菩萨你先尝。吼，弟子如果修不好，有一些因果业力，吼啊，就请活菩萨好来帮忙。吼，咱本来就是安尼。但我咧讲来讲吼，水果甜甜你先尝。弟子有难你先当啦，吼、哦，意思就讲，吼、哦，我用个塞奶啊，但是我嘛做认真做个啊，吼，啊你嘛爱跟我斗三工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吼、哦，修行嘛，不要说吼，安、哦、尼捆绑你自己啦，吼、哦，修行唔能捆绑你家己，无人提手啊，甲你绑，吼、哦，你爱放松松的，吼、哦，今天我来，哎，我听到了一句话，对我有利益有用，我就把它收起来，当作每天的座右铭，好、哦，啊，你有听，当然有听懂了，你就会去做了，哈、哦。所以哈、哦，
梅香为什么我这种型算很无胆的啦？吼、哦，安那安那无胆，因为你讲叫我讲讲吼，爱着爱安怎拄安怎，这個、我唔敢讲，因为我惊用讲卡称。佫一样就是吼、哦，我定定暗时会脱灵，会去你吼、哦，去一世界看吼，因为我看太济，所以我会惊。我会惊讲我话讲唔对，会用扣分数。我嘛惊我代志做唔对，下摆唔知会安怎。都这个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精，我家己我该足谨慎我家己。我宁愿你甲大声骂我，简单我袂解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咧替我消灾，所以讲哦，你若要大声甲嚷，我拢袂解应。啊，你也替我消灾，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好、哦。啊、所以讲吼，希望讲诸天必成功呢吼，啊、梅香呢，即马甲这个道场吼，希望吼会当吼一寡吼啊有意吼要灵修的吼这些弟子，还是说共修的师兄师姐，吼大家会当安怎来扶持一间好的庙宇，吼啊共修，吼经济也愈来愈精进，经济也愈来愈发扬光大。母娘说的。教贤立书啦，好，教贤就是要来教，好，立书就是以后希望讲会当贤者无灭啦，贤者才会道灭，会当互道脉相传啦，好，伊要求的经济是济啦，好，啊，所以讲精的戆的拢无要紧，伊爱的就是你朴实，爱的就是你善良，爱的就是你无一挂好杂念的心啦，吼。这母娘最爱的就是最清纯的孩子，囡仔，吼、哦，伊会甲咱好好啊教，啊、哦，所以直接甲咱讲者，吼、哦、啊，如果那是即届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十二月十七、十八吼，梅香有讲吼、哦，咱的这个稻草文化节、稻草酸菜文化季，伫咱的拜六，这个拜六，吼、哦、开始，吼、哦、对，开放了，吼、哦、开放了。也有记者会啦，吼啊，有摊贩会走入去遐卖足侪义卖物件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啊，伫拜六早起，吼、哦，咱九点，吼、哦、开始开幕嘛，吼、哦，开幕，就是咱三吉村的啊，甲大陂乡举办的吼稻草文化祭，吼、哦，用稻谷草会当互囡仔看甲足欢喜。老大人会看甲足欢喜，为虾米？迄稻谷草本来就唔是甚物足大有价值的，咱即卖当甲做稻草棒来供香菇，供个舒服。咱会当用这个稻谷草，改做各种无同款的，诶，这个生相，诶，这所有的这 Q 版呢，你看了你会觉得感动。哇，怎么这么有心啊？稻谷草会当做甲安呢？对哦，好、哦，让我们的孩子去动动脑。好，进入了哈啊，那个人工稻草诶，这个迷宫了哈。你进得去哟、哦，出得来的，就是这，就是你的头脑很好，嘿，的磕头脑呀哈啊。所以说哈啊，希望讲哈，十七、十八这两天啦哈啊，咱的稻草文化季，加咱的这个哦、啊，咱的社区所办的这咸菜，让你吃个饱；咸菜鸭，让你吃个饱。好，你底下看人咸菜是安怎呐？安怎弄？大笔出咸菜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底下甲恁报告者，这个十七、十八就是拜六甲礼拜两工，然后甲恁讲一下吼、哦，好康的宣布一下吼、哦。啊，若有需要油品寄上来，用油款速查购买小盘香普灵灯、虫草王山高宝，或者是讲金盖丽蜂胶牙膏、何丽梅，吼、哦，啊是讲你有在吃，吼、哦、啊，咱的印加果油，即马寒天一定爱吃。吼、哦，咱弱脏能收，咱的筋呐、啊、有只骨，它的卡手肉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個，就是咧讲到咱的筋收缩，过来就是咱内底有血油，啊，所以讲血路袂流通，头壳会痛，鬓边会痛，阿妈关节会酸，用只膏药，较清清的啦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啊，走路袂使会竖膝，你要甲保养一下，健步灵足赞的，吼、哦，牛樟芝嘛足赞的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的山高宝嘛，足赞的。好、哦，啊，金盖丽，好、哦，蜂胶牙膏嘛，真好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老底食这个眼睛的这个，吼、哦，要让伊目睭较好，叶黄素啦，吼、哦。慈天必生宫的观世力，你也当食看卖吼、哦。来，咱今日直接跟做者，哦，简单的广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有需要服务，免客气，慈天必生宫的服务电话。5916045，我关切，多请咱加空哦，感恩，再见，拜拜。